你是不是每次吃过饭都要补口红？如果我不说，你的口红肯定还在沾杯，还在掉色。这支口红真的可以焊在你的嘴上。你看，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口红只有我家有。然后这个产品怎么用呢？我教一下大家怎么使用哈，一天只需要涂一次哈。你看，我就让我